音乐还是厉害的。对，可以把人搞得垂头又丧气，可以把人搞得嗨得要死。对。就我们那一个时代所有人最爱的音乐，感觉蛮有年纪的，反正不是我们这年代。你听什么歌长大的？我是听这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。哇，这歌老到我都没听过。是这歌太老了。挺奇妙，碰到你们这些充满了朝气的这些年轻人。啥啊，跳啊！你光照的，哎呀，真漂亮，真美。所以真的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样子。对对对。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，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钛箔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， 每周五晚24点会员抢先看正片，每周六12点尊享 Plus 版。特仑苏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特仑苏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，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钛箔。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床垫，深度好睡眠才是向往的生活。妹妹呢？她北京有一个工作没完成，所以她晚一点的好。哦，懂了。可能5-6点钟过来吧。啊。文强，嗯，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老气横秋的呢？庸俗。你想着拍戏有点烦恼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。想着要拍，觉得压力大。在哪儿拍？横店。拍多久啊？拍2个多月吧。电视剧、电影啊？电影。什么电影啊？就是《天堂旅行团》。谁导演？刘杰导演。谁编剧啊？张嘉佳。完了，肯定是一个大片啊。我说完了，肯定是大片，你肯定很辛苦啊。我是这意思。对，好好拍吧啊。对。少拍点戏，赶紧抓紧时间生孩子。喝不喝冰咖啡？喝。我看冰块都好了。走，弄弄个冰咖啡。我又何必把爱都放在自己的眼光？哇，这边还2块钱啊！是的，这里有风和那个什么。嗨嗨，今天我们有出海计划吗？有啊。可以，那有玩滑板，不是吗？叫什么板？冲浪板。咱们这浪不够啊，黄老师。哎呀，浪不够，咱们自己浪呗。请问为什么会有浪？因为浪里个浪。其实是跟月球有关。对，浪是月造的，月来
越浪。哦，越来越浪。哎，真的，咱下午可以干点啥呀？没事，无事可做。太舒服了吧？我们就像那个湘西的那个进村的时候，门口那个桥上永远坐了几个大叔在那聊天。而你必须要穿过他们，你记得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桥上，一个小桥。那时候还没有新仔吧？有。没有。湘西怎么有？湘西没有。为什么来了时间不长，却留下了那么多的记忆？你怎么那么快的融入，找到了自己的那种气质呢？野狗吗？何老师说，想想艺兴和鹏鹏也不容易，他们就在一季就在客厅里面就睡了半季、啊、说艺兴长得偶像啊，结果愣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野狗，每天顶个鸡窝头就吹。哎，他们说这鸭子神了，我跟你讲，它下了好多好多蛋，你走看一眼，你说下好多的蛋，来了来了。哎，鸭子已经进到布点，他们关系好到一天就布点的屋了，你看，因为那有棚子，你知道吗？看把布点烦的，布点儿，你们一起住了？下哪儿了？哎，这，朋友们，这有三个。啊，这儿还有，这还有三个。哇塞，这儿还有。何老师，我的妈，真的下好多蛋，你看，这是九个。哇塞。怎么了？这还有好多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上那个九，17个蛋。再找找还有，找找啊。哦，你看你看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下？这仨，两天下了20个蛋。鹏鹏，哎，咱给这20个先收回来呗。好，好不好？我负责拿这仨，我负责拿这仨。哦，你负责拿这仨，行。比谁都清楚。别摔了啊！你别拿手指头拿，你给它握紧点，握好了，别摔了。这个我们是把这个小鸭子给它孵出来吗？孵什么呀？给它拿盐腌了，做成咸鸭蛋，硫磺、硫反沙、硫油。哎，鹏，你在里边现在不集中着，我去拿个筐过来。好，我去拿吧。艺兴去吧。哦。啊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，麻烦你来一下。好，来了。我看，踩灯进去。你跟他打商量呗。我实在是搞不定他。啊，等等，我进来拿个东西啊。拿个啥呢？给。谢谢何老师。拿过去啊。你去给他接他们呗，我把这里面收拾一下。哇，这蛋都熟了。不会熟的。啊啊，咋整？掉了。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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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上学校。还有三个，这里，小鸭子走路摇啊摇啊摇。小花猫走路静悄悄。这个鸭子算是群居动物吗？应该是吧。所以他们也会有对内的分工合作啊什么的吗？
也是团队吧。那他们不会带团队，会不会干到？